这可咋整？咋的了，金星？啊，没事，汉哥，那咱们开始吧。不是，你这真没事啊？嗯，开始吧。没事，咱可开始了啊。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二人转总动员》特别节目《那些年那些戏》。本栏目由国文医院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龚海。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人转演员王金星。今天呢，我们盘点第六届少儿组的《那些年那些戏》。不是你这就完没完了，金星，你这干啥呢？唉声叹气的呀？不好意思，孩子啊。是这么回事儿啊，我大侄子吧，他们学校要整个家长公开课啊，哎，就是让学生家长，哎，上课堂上给讲课，他爸妈吧都忙，让我去，你说我能讲个啥呀？不是，就这事儿啊？嗯，那好办呢，别的家长都讲啥，你也参考参考呗。有讲茶道的，有讲历史的，还有讲手工的。那花样可多了，你这些我也不会呀。但是你会唱二人转呢？是，他爸他妈也是这么说的。但是，哎，海哥，你上课可正规了，还得准备课件儿。哎呀，我这也没有个头绪呀。你说到时候给我大侄儿整丢人了，那可咋整？哎，打住打住，你听我的啊，你就整二人转，给孩子们普及二人转相关的知识，多好的事儿啊！我跟你讲，绝对没问题。海哥，能行吗？不仅能行，还能受欢迎，就像能治肿瘤的国文医院一样受欢迎。治肿瘤，国文医院真不错。有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专家应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诊疗流程和规范治肿瘤啊，国文医院真不错。正好啊，咱们今天要盘点的是第六届少儿组的那些戏，我给你安排几出戏，课件不就有了吗？保证受同学们欢迎。对哈，小朋友唱戏给小朋友听靠谱。那给同学们安排点啥戏呢？孩子嘛，得整点轻松愉快的。这第一个戏呀，就安排菊大纲，肯定能逗得孩子们哈哈大笑。好啊，这个主意好。二娘你姓啥呀？我咋忘记了啊？老虎脑门我姓王啊，哎哎呀啊，咕噜大哥你姓啥我也忘记了啊，哎哎哎呀啊，别开屏啊，我姓张啊，哎哎哎呀啊，二娘你今年贵庚几呀，哎哎哎呀啊，我今年33岁，我也属羊啊，哎哎哎呀啊，我32岁把羊属，你33岁咋属羊啊？你羊我羊咱们两个不一样，你属绵羊我属山羊啊，山羊常把绵羊找，羊找羊来他妈脸成棒啊，走一趟啊，哎
个时代强啊，哎哎哎呀，瓜子脸蛋樱桃口，毛的嘟的大眼睛水汪汪，我光看二娘没注意呀，走了锤子砸了缸啊。你居刚不把刚来看，为啥盯着我二娘？我要是看你，我都收下眼泪。没看我你怎么砸的缸啊？砸了缸不要紧呐、啊，打你旧缸，赔你新缸。赔我新缸我不要，新缸没有我的旧缸烟才香啊！你要不要就拉倒喂。把活干，挨打受骂是经常，打了缸本来就不对，打我几下能出气也免得气大把身上啊。年轻，你咋不改嫁呀，二娘啊？葫芦啊，二娘啊，咱们两个慢慢拉过吧。可眼前就是没有那个如意的郎嘛，啊啊，有了也是不妥当嘛，啊啊，谁来把媒人当啊？葫芦果子，我来帮忙啊，现在就把媒人。叫一声二娘，你顺着我的手腕瞅啊，二娘啊，在哪儿呢？在这儿呢，在哪儿呢？在这儿呢，在哪儿呢？这儿呢，哪儿呢？你看我咕噜果子相当不相当啊？是咱俩拜花糖啊？大家都来吃喜糖啊，你喇叭给我吹上啊，呜哩哇哇，呜哩哇啦哇啦哇。
收拾，咱俩拜花堂啊。张咕噜啊，王二娘啊，娘你今年贵庚今儿啊，哎哎哎呀啊，三十二岁我也属羊啊，哎哎哎呀啊。哎呀不对呀，孩子啊，咋了？我大侄子今年才三年级呀，你这整这爱情故事这也不适合孩子们看呢。哎呀对，我这光顾着好玩了，这不好意思啊，哥们儿，不好意思。海哥呀，你可靠点谱吧。老弟，这么的，我跟你讲啊，我寻思，我看我这孩子们写，哎，这段咋样啊？我保证孩子们看完之后都笑哈哈的。那我看看。金星，你看这个戏啊，他讲的是崔氏女啊嫌贫爱富妄图不劳而获的故事，挺有意义。海哥，这个戏我会唱的，到时候还能给同学们唱一段，就是没搭档，
这要是苏群威来，我和他唱一段，那可太美了哈！但这事儿我跟你讲，我还真知道。咱们一起来看看苏群威发来的视频。海哥好，金星哥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你们还记得我是谁吗？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二人转总动员》第七届少儿组总决赛的季军，我是苏群威，我现在在吉林市戏曲剧团工作，一直唱二人转呢。金星哥，你大侄子的家长公开课，你就整二人转，绝对没问题。我们团去年组织的戏曲进校园，老受欢迎了，同学们都可喜欢了。对了，你要是缺助教的话，我随叫随到哦。谢谢群威啊！哎呀，听你说完呢，我这心里呀、啊、就有谱了。你看嘛，我就说整二人转的绝对没问题。果然呢，还是海哥靠谱。那海哥，那还有啥合适咱们小朋友看的戏吗？百善孝为先呢，咱们来一段经典的神话故事，如何呀？行啊。哎呀！
了白酒席，请二郎啊，二郎吃酒酿丁醉，躺在上生不老床啊，我躺在床上做一梦，梦里梦见我的养身娘啊，二郎惊醒是一梦，拉住王母叫老娘，人人都有生身母，二郎为啥没有养身娘啊？海哥，要说还得是你呀、啊！这小学生们呢，最迷神话故事，在二人转中了解劈山救母的故事，他们一定能喜欢。那当然，咱们二人转里啊，有很多有趣又有教育意义的戏。你像啊，比较经典的猪八戒拱镜、回杯记、梁祝下山、包公戏里，那真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海哥，先别说那三天三夜了。你先帮我想想啊，这节课我整哪个吧？啊，好好好，你别着急，那肯定是要选精华当中的精华。哎，你看，知县断案怎么样？哪段？起呀起呀，正是啊三伏天呐、啊，唱大戏呀呀，大人小孩乐颠颠呐。台上啊唱的欢呐、啊，不停有人呐、啊，一声喊呐、啊，敲敲让马铃欢呐、啊，众人一听回头看，一听小花秀来在台前呐、啊，
下来亲亲小姐，我叫马大爷呐。向台上摆摆手，喊领班呐。哎嘿，来嘞！姑奶奶要看戏，你让他们好好演呐。演好了，奶奶加倍给上千呐。哎，是。又只见一位老头树下把戏看，那个地方通风凉快，一点不偏。妈一声，树下的老头正没长眼呐。快给奶奶让个座吧，免得挨扇呐。进台下来一位小姐，又骂又喊呐、啊。只见她一招打扮，身世不凡呐、啊。暗暗将一腔怒火往下压，走进前话未出口，面带小牙。我说小姐呀，既然是老朽把这座位占，你就不该没老没少乱吐狂言呐、啊！这老头说话不忌，嘴还不善呢，竟敢在众人面前给我难堪呐、啊！走上前一把推出七八十元，这磨蹭让你尝尝奶奶的猴圈呐、啊！说让我撩起一群大腿一片呐、啊！在凳数十字点几点呐、啊？只气得周围百姓无心把戏看。那个小姐胡搅蛮缠，太野蛮呐、啊！台上下你骂我嚷，一片混乱呐、啊！走过来本县令，我外号啊赛酒仙呐、啊啊啊嗯、食材我有喝杜康，见了一面赏我好酒几大坛，我一连干了五大碗，又不差钱来看戏，我把酒全招干。见眼前喜太上下人影乱转，台上跪着个夫人，她还连声喊那冤，莫非这是白蛇传？包公发怒扎军械，海哥，这个戏好啊，醉青天略施巧计治他马大雁，那个仗势欺人呐、嗯、哎，这个同学们呢肯定会喜欢，是不是啊？还得是你靠谱。你俩也别光夸我啊，靠谱的还有博文医院呢，治肿瘤博文医院真不错，由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专家应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诊疗流程和规范治肿瘤啊，博文医院真不错。海哥，我有个贼喜欢的戏，你帮我把把关，你看咋样？啥戏呀、啊？你说说看。就是南北河，这戏行啊。南北河啊，是咱们第六届少儿所冠军任红晓、张群鹤他们表演的。这出戏啊，是把民族大义和爱国情怀那表现的是淋漓尽致啊。咱们赶紧看看吧。
蒙，木易香合是个样子，我就是大难不死，赫赫有名，领辽兵闻风丧胆的杨四郎，流落在番营啊。
应该对得起婆婆公公和天下众苍生啊，丈夫啊。海哥，嗯，你看这戏都是好戏，但是你说这咋讲课呢？我也不会呀。哎，那还不简单吗？你上来之后先来段自我介绍，嗯，然后就给同学们介绍二人转的历史和发展，然后啊，你就按照咱们准备的课件一段一段的给同学们介绍戏的内容，还有呢这个二人转的表演和演唱技巧，中间再穿插演唱提问，完活多简单呢。这你这也太复杂啊。一点不复杂。不行不行，我怕我紧张我讲不好。你讲不好，熟能生巧，你回家对着镜子多练练就没事了。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了。明晚18点，《二人转总动员》那些年那些戏与您不见不散。你呀就别寻思了，赶紧回去练去吧，对着镜子练没事啊。走了。不，海哥等会儿，我有个想法。啊？你替我去讲这个课呗。啊？嗯，就是你到时候负责讲，我负责唱，咱哥俩一配合，那天衣无缝，你知道吗？你可拉倒吧，我也不是孩子他大爷，对不对？不是，我跟你说，海哥，我大侄儿不就是你大侄儿吗？那你可咱俩差谁跟谁了？你到底你个整指定那没问题呢。头上的青丝白墨染啊，头上那个杏眼美汪汪啊，远看山景美如画，近看柳绿草呀青啊，南来的官粉铺在芙蓉面，藕红的胭脂点在朱唇儿啊。花总管吩咐神丁快把身起，忽闻不远传来凄惨的哭分声。你胳膊太轻不够重，慢就把我的屁股摁了。